路边有看到这个。 这个树是从那边弄下来的吗？请问这个人造的建筑是什么？应该有水吧，山泉水。蓝沙，应该是的，还是疏浚用的。哦，因为我刚看到这个。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想是不是从那里弄过来的？对，做疏浚，下面是涵管。哦，下面是涵管。应该是要保护的。这样了解。下面是什么？下面有个洞。 这蛮深的，有个涵管把水过去的。 OK， 哈哈哈，哦，还蛮安全，是一个涵管。